福佑宫，俗称仙宫庙，位于东山南方，是全台仙宫祖庙。每到东山咖啡节举办时，前方的广场都是络绎不绝的人潮。Und das Essen ist sehr gut. Wir haben sehr, sehr gut gegessen.感觉如何？非常的干，非常的纯，对，这叫人生的享受。嗯，赞。咖啡与柑橘是当地最有名的特产，咖啡红了，橘子绿了，这句话正是最好的写照。想要品尝东山咖啡的迷人风味吗？来到175咖啡大道，这里有20多家各具特色的咖啡店。选一个喜欢的位置，喝一口滑顺香浓的东山咖啡，与好友谈心，是大家最喜欢的时光。这里的咖啡豆由农友亲手栽种、烘焙、研磨，口感香醇宜人，伴随着空气中飘散的咖啡香，享受一个令人放松的午后时光。